谢谢子琪的花花，Hello，晚上好呀。诶，Hello，大家晚上好。中心的隔音，我昨天才说隔音不差，结果今天好像中心在装修，就是从早上开始一直都在装修到现在。Hello，晚上好。本来还想等晚一点再开直播，因为现在感觉有点吵，但是似乎反正再继续下去估计要过夜了。翻新在装修，Hello，晚上好。就是装修在就是楼下，好像这两天在刷墙，还在重新上油漆。我今天啊。我不在中心，在哪里呀？对，扔掉了，好可怕！救命啊！哦，在你心里，哼，真的，我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我先不说，吓死我了，就是啊，我好害怕呀。就是我问你们，这个年纪掉的牙齿还能再长回来吗？我上次不是说网上查过是不可以长回来，是真的不可以吗？啊，我还不敢，现在不敢去百度查，我怕我查出个癌症。去百度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就是从癌症起步的。啊！可是我不想种牙，我觉得掉了挺好的，我觉得没必要长那么多多余的牙齿，我觉得，啊，就是，好可怕呀！楼下装修声音那么大，那些工人真敬业。这个点还要装修，我觉得我这两天化的妆有点怪怪的，就是怎么说，感觉我这两天化的是那种甜美妆。我在想，我之前的御姐妆是怎么化的？怎么画来着？我都想不起来了。你们要是忙的话，我就不开直播了。反正现在感觉很吵，就是。哎呦！
我真的掉了牙齿，但是我觉得掉的挺好的，有没有觉得我脸小了？就是这半边的脸，觉得我这半边的脸变小了，但我觉得最近的妆化的怪怪的，有点丑丑。就这半边，我徒手摸上，对，徒手摸上去，觉得这边脸小了。为什么呢？就是最里面的那个牙齿，就是最里面的牙齿，我不是做了根管治疗嘛，然后那个根管它就掉了。我想求求那个医生，能不能帮我把它干脆拔掉呀？我这次看医生一定要要求他帮我拔掉，不要再帮我治疗了。真的吗？不化妆也好看，谢谢夸奖。我现在其实没有化妆。就哎，我觉得里面的牙齿又没有必要存在，我平时也用不到，就不要也还好吧。就没有它反而很轻松，因为一直有里面的牙齿的话，就这边没有，还没长智齿呢，我还有四个智齿还没长过。就因为这里面的牙齿它有的话，又会让你的脸凸出来一块，像我笑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肉，如果没的话说不定就没这个肉了，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有点酒窝，可能酒窝也是因为这个牙齿才有的，说不定是这样的。对，牙齿掉了一个，我想干脆就是把这里面牙齿都拔掉，但是以后长智齿了也要拔牙，我就先给智齿留出位置。但是听说聪明的人都会长智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很期待。没有，很那个人。很期待把它处理掉。其实我觉得我的牙齿很多，我觉得可以剪掉一点，没必要。你看，上面两颗大门牙，下面两颗小门牙留着就可以了。像兔子一样。就是最里面的那个牙齿，真的吗？那我就不要做一般人了，我要把牙齿剪掉一点。主要是那些牙齿本身就做了根管治疗，就是医生已经把他们从濒死边缘抢回来了，但是我觉得没必要抢回来，就是这个牙齿啊，他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来说，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不需要。怎么掉的？就是今天刷牙的时候突然突然掉出来的吓死我就是我每颗牙齿掉的都是非常的离谱。他可能是听到了我说要去医院拔他的想法，他们似乎不愿意让我去拔掉，所以就自己掉下来了，太离谱了。就我也很震惊。对，我觉得就是虽然是最里面的牙齿，它应该来说是就是牙根会很深的，但是我觉得它还是蛮好掉的。也不会是智齿给顶出来，就是被我刷牙的时候刷掉了，因为我感觉没有长智齿，感觉了一下没有长智齿，应该吧。好，我也想知道还会长，希望它不要再长出来，谢谢它。啥呀，长智齿的人聪明着呢，我还会长的，我还没长呢。对，而且这里面的牙齿掉了真的会显瘦，有没有觉得我今天脸瘦了？就是这边脸瘦了，这边脸比这边脸要瘦，看这边脸还肉。
这边人就，这边人就，这边就是，就哎，两边脸真的不一样。然后我摸了一下，我感觉我这边两颗牙齿再拔掉就好了。然后觉得自己笑起来的时候，就是会有两坨肉。想整牙，因为我觉得我牙齿排列其实也是太拥挤了，就是上面两颗门牙特别大，但是它有就是有轻微的，不是特别的正，但是看不太出来了。哦，戴牙套，这样子。好想整牙齿呀。没有，我的牙齿是起码有4颗是不整齐的，一二三四，起码有4颗是不整齐的，受影响吗？我这个是我自己给它磨的，就是我觉得我的牙齿乍一看挺整齐，但是仔细看就是不整齐的，然后我就买了磨砂条，然后给自己的牙齿哪儿不平整给它磨平整。然后包括牙齿下缘会给它磨磨平，就是这样子让它正面看上去就是很平整。主要还是下牙长得好，其他上牙就不行。受罪了。但是我爸妈不让我去整牙。对呀，能自己磨，还可以，就是跟医生说他可以帮你磨个虎牙。如果你有虎牙，你可以让；如果你没虎牙，可以让医生帮你磨个小尖尖出来。如果你有虎牙，可以让医生帮你把虎牙磨平。他那个磨起来比较快，我自己磨就很慢，但是比较伤牙齿，不太建议一般去磨一磨。我掉了最里面的牙齿。他猝不及防的就离开了我，我要可以多离开点，不对，他可以带上他的亲朋好友一起离开。没有，谢谢鬼子的平安果。还好。我看什么时候去把这边对称的那个牙拔掉，反正都是做过根管治疗，我觉得没有必要存在了。就是那叫什么"死马当活马医"，不对，那是那叫啥来着？医生不让我拔牙，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赚我的材料费，就是补牙费。是因为我最近那叫什么肝不太好吗？确实，以前熬夜的时候牙会很难受。我昨天可能睡得比较晚，就是是4点钟睡的，然后就没怎么睡着，就是一直是醒着的。我觉得我睡了，但是我大脑还很清醒。不会吃饭，我用前面两颗牙吃的，就是，给你示范一下，给你示范一下。我们吃牙齿都用前面两颗牙吃的，就向兔子学习。对，就这样子，好像个老婆婆。就前面两颗牙，因为你要有的时候人需要磨牙，如果你不磨牙，那么牙就会越长越长，然后就会长这么长，就会长出来你的嘴巴，然后还会戳到下巴，不太好，像兔子牙一样，就是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去磨自己的牙齿。
对，因为人他是有天赋的，牙齿有的人牙齿会越长越长，越长越长，就这个样子。你看牙根那么长，牙根然后编不出来的，不好意思，有点点忘了怎么编了。还好还好，主要是它掉下来也不疼，我觉得蛮不错的。要是掉牙齿会疼，那就算了。我觉得我最近不性感了，我不是性感美女了。就是怎么说呢，有点普通。我最近长得有点普通。好的，好的，我过段时间就去看看，正好要去看牙医。他们怎么施工队还没有下班呀？还在咚咚咚的，是要肯定要付那叫什么加班？真的吗？林晓，真的吗？再多掉几颗牙吧，是就这边吗？真的吗？哎呀，我忘记给下巴打修容了。我忘记给下巴打修容了，不好意思。因为我的下巴就是特别的尖，然后这怎么说呢？Hello，晚上好。因为下巴很尖，所以我涂修容的时候都会把下巴给削进去，就是往里面收一点，不然的话，我觉得我要变成斜锥子了。真的吗？又白了吗？我最近在用那个 VCIP 那个什么精华油，然后最近不是那个377被那个叫什么被国家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禁止什么什么批文了吗？就我们可能这边隔音不太好，还有装修施工队在施工，对，可能那个377不是被禁了吗？然后就很多人在买那些美白的东西，然后我是很久之前就买了那个精华油，真的有美白功效吗？还有粉底液也可以推荐大家，对，我这边粉底液好多啊，救命啊！救命！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握手会给大家带过去的，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用不完那么多粉底液，就是100毫升粉底液，有点太多了。对，粉底液还有生发液，生发液，我才知道生发液他们好像是拿那个那叫什么来着，生发还有一个导入的一个头，然后直通头皮，好可怕！然后就说是有那个，我想啊，是这样吗？我都是直接往头皮上喷一喷的，疑惑。但其实我觉得我身上很多很多病都是，也都是来自于牙齿，就是牙齿好了之后呢，我的病都会好了。对，是很久以前的一个会算命的先生跟我说的，要我把牙齿去就是该治的治好，然后但是我一直没有去，但是哪一年叫我去来着？是20年的时候叫我去把牙齿弄好，但是我说要去，然后一直没去，觉得还是该那啥，啥一张护手券，一个粉底液，也不是，也没有，也不够那么发的啦。
好了，我也要关直播了。我长得也太普通了，这两天，就是那种普通的标致，就不是那种美丽，就不是那种很有魅力的好看，就是很标致而已，就有点普通。对，看牙齿很费钱，所以我以前都没怎么看牙齿。前段时间就是我妈妈说，还有家里的亲戚问我要我把我的医保截图，然后我说干嘛问我要我的医保？他说他们那边要用的。我说为什么要用我的医保截图？如果是政府机关都可以从网，他们那边就可以调到我的医保，而且就是怎么说？我觉得不靠谱，因为就是那边的亲戚自己有在搞。就是在搞微商什么的，我觉得，我就不太想把我那边截图给他们，所以就不给了。然后我说，如果是政府那边有需要，他们会自己打我电话。像之前新冠疫情的时候，他们就是自己打我电话，有确认我行程啊什么的，就根本不需要那些亲戚来代传话。所以对于这种需求，我都是一概是拒绝的，因为我一概会把他们打为那种骗子。对，不是说我不信任别人，而是说在这个时代之下，任何就是你觉得可能是为你好的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些就是不太好的那种地方。对，而且主要是我跟那个亲戚不是很熟，他是我妈妈的姐姐的，我妈妈的二姐的大儿子的媳妇，我妈妈的二姐的儿媳妇。你说我跟他有什么太多的联系吗？没有联系，我平时也。就是800辈子800年也见不到一面，对啊，一般来说骗人都是会从亲戚下手，但我爸妈他们可能不太信，然后打了我好几个电话催我，让我截图给他什么的，我就是说我不给啊，然后就是他们政府真的要，那就给他们，因为毕竟我户口在他们上面嘛，但是我觉得我户口在那上面，那也应该是，就是他们当地的应该会打我电话，之前也打过我电话。对，而且主要是我的医保和我户口不在同一个地区，他们大老远要我上海的医保干嘛？脑子坏了吗？就我觉得没有太多必要，我就没给他们。对，而且主要是还有一个人是我妈妈的二姐的女儿，就是我妈妈的二姐的女儿，她把她自己的医保截一张图，然后给我妈看，说要照这个格式截图。然后我想，他们就是我妈妈的二姐的女儿，她都已经嫁到很远地方去，就嫁到厦门去了，就是那么远地方，还就是管那么多，对，所以我就不提供。而且医保这种东西，你要是提供截图，别人可能会去冒用你，所以我也叮嘱我爸妈，就是如果有人问他别人要我爸的医保，因为我爸的医保是蛮多的嘛，就是我爸的医保蛮多的，我就担心他被人骗。因为我爸他自己也要开药什么的，可能被人骗，我就非常叮嘱他们，因为骗子他比较最先骗的就是一些亲人，包括那些微商什么传销也最先骗的是自己周围的人。对，我爸是上海市居民医保，好像是吧，我不清楚。对啊，跨省医保怎么会要跨省医保？就而且我觉得我可能还真的没有医保。我也不知道，就是以前我们公司是有交，每年会交医保嘛，现在我也不太清楚。那没说干什么，只是要医保，叫我截过去，而且还说很急什么的。我想干嘛？就是他要我这些个人信息干嘛呀？我就很不理解。我还是很有自我保护观念的。主要是他们之前做微商送给我妈两瓶乳液，
然后我妈扫了一下，看到网上价格，哇，100多，觉得这是好东西。然后我当时我回家看到这两瓶东西，我妈问我要吗，我说不要。然后她说那个谁谁谁送给她的，然后就是扫出来都是一两百块钱呢。然后我说，哦，这些东西我阿里巴巴批发来，几块钱一公斤好吗？几块钱一公斤，我能卖1000块钱给你，你买吗？就不是看你标价多少，是看有多少人去买。你标那么贵，有人买吗？就是你标几块钱，说不定还会有人买。标那么贵，没有人买，那就说明它不值这个价格。就我气死了。啊，这个样子。对，我，因为我之前看好像看一个电影，就是有说有人利用一些老人去骗医保啊什么的，就有这种小县城是用比较偏的一些医院，就是让那些老人去看病，然后骗医保什么的。就这种案例，因为有看过，所以特别特别警惕。Hello，好久不见。而且主要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太烦了，不停的在问我要，然后我妈还把我那个就是把她二姐的儿媳妇的微信发给我，让我加一下她。谁加呀？我才不加呢！就很搞笑，为什么要我加她？就是又不是政府找我要，政府找我要，我也之前也只是通过短信的方式把我的出行记录发给了就是有关政府机构，也不会去加他们微信啊，就很奇怪。反正我是不会加的。嗯，而且现在诈骗技术特别厉害，你们知道吗？听说有那种声音模仿，哇，谢谢，要你不再悲伤，最棒懒人的平安果、糖果，还有圣诞帽，祝你天天开心，还有麋鹿胸针，祝你天天开心，就是有那种声音模仿的，只要你有你的5秒钟的说话声音，它就可以模仿你说话，就是，真的吗？倒着读。哎呀，最棒的最棒懒人，要你不再悲伤。粤语，还有那种什么国际客服，然后结果电话来非常明显的就是地方普通话，就地方口音，就是哎有点累。对，如果你说你是亚马逊的，我还能相信，因为亚马逊他们就是那种什么跨国际客服，就会找一些跨时区嘛，就美国跨时区就是中国嘛，可能会找一些，然后也还会找一些印度人来回答一些消息，就可能会有口音，我能理解。啥呀？没有秃啊，不要带入秃的感觉。那么日亚有中文客服的，我以前打算在日本亚马逊买东西，但是呢，我那会儿日文不是很熟练，我的英文也不是很熟练，怎么办呢？我就是半中文不中文，半英文不英文的那种，就こんにちは，我是你这个可以发可以，Can you send it to China？就是，或者 Can you speak Chinese？是吗？用谷歌啊？真的吗？真的吗？那我觉得谷歌翻译它可能翻译的有点死板。我想我就是，直述应该也是能看得清、能看得懂的吧？就 I will。就 我觉得我说的很活络。我说的日文很活络，就是大家都能听得懂的日文，就是本当上手那种水平。Yes，还好，感觉最近可能到了年底了，那种骗子又开始增多了，大家要注意小心，对，特别是要警惕，问你们要个人信息的那些人。嗯，我想到最近的很火的那个动物园守则，就是说。就是当你和你的家人分开一段时间，然后又找回来了，而且他一直带你去明显不应该去的地方，请警惕，
你的家人或朋友已经不再是你所熟知的那个人了。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适合用于那种就是想要给家人传销，或者就是想就是就是从周围的人下手的那种人，就是要警惕他可能不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了。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那啥。对。到了年关，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对，不要点击陌生人发的链接，我发的除外，我发的除外，是吗？成为上流像。可以在家庭聚会的时候表演夜店，可以在家庭聚会的时候表演夜店，然后可以在家庭聚会的时候表演什么？Don't touch，啥呀？我没有，我都是逃跑了的。我没有，我逃了的。我昨天录了一个视频，就是昨天直播的时候，你们说很好看那条裙子，然后拿去录视频，然后发现可丑了，照得我整个人土黄土黄的，就果然颜色不适合，就很糟糕。很苦恼。录的那首圣诞歌，觉得很苦恼。那个颜色的衣服，拍出来，红的有，但我觉得是不是太成熟？我昨天后来试了一下那条包臀裙，我觉得看上去我年纪怪大的。今天呢，就要不就先关直播了，因为觉得背景其实有点吵。哎，楼下现在好像不装修了，我听听。红毯子，不怕我像是咸蛋超人一样把它披在身上。什么土木人？什么是土木人呀？是土木工程吗？还是土属性还是木属性？哦，土木人。嗨，我还以为是木头人，就是那叫什么？机甲就是利用一些机关设施，把它拼出来不同的那种机器一样的东西，然后那叫什么来着？我记得有个游戏里面有用的这种，不太记得了。那个游戏我试玩了一下，然后就给删掉了。有点像，对。那叫什么来着？啊，真的吗？他们在施工。哦，是你同学吗？好辛苦哦。盖食堂，哇，这个，加油，快点盖好。盖好了就可以在里面吃饭了。盖食堂这个棒，这个很厉害。哦，这样子，
我还以为你们学校的食堂是自己学生盖的，有一丝震惊，但是我没说，我很震惊，但我没说，就是我想，如果学土木工程的话，那么学校要盖什么东西，找自己人也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就作为社会实践，我觉得很普通，很普遍，就是那种正常的学校应该都不会去外面找施工队吧，吧，大概，那叫什么？自产自销，就好像。就是学厨师，就是哎，那叫什么来着？蓝翔的食堂是不是他们自己学生在做兼职呀？不对，自己学生做社会实践。哎，我不知道哎，好好奇哦！我突然很好奇，就是那叫什么专业学校？就是，比如说你是就是一个学厨学做菜的学生，他的那个叫什么社会实践，或者是他们学校的饭堂是不是也是他们学生在烧呀？就是社会作为社会实践，或者是有点好奇，或者是老师的课堂日作业，课堂任务，毕业论文，那叫毕业。毕业，那叫什么？毕业设计是盖食堂。毕业设计就是学设计的，就是毕业设计就是设计食堂。然后学爆破学的就是炸地基。然后呢，那叫什么？不是不是不是。哦，当包工头吗？这样子，我没当过包工头，我知道。我不知道，我没当过包工头。哦，好了，大家晚安，早点休息。这个学校体验有点丰富。晚安，晚安。牙齿掉了，好像真的脸小了。这边怪秃的，我要是所有牙齿都没了，就是这个样子。所有牙齿都掉了，应该是这样。脸歪了，看，我现在说话都是歪着嘴的，不是，我现在不用张嘴就会说话了。健康才是最美的，我就掉了一颗牙，自己掉的。来，晚安。Hello. Hi, 怎么都那么晚在线呀？Hello，晚上好，谢谢子琪的花花。Hello，Hello。晚上好，怎么那么晚才在线？是的，我变酷怪了。什么叫变秃？你可以陪我，但是不可以变秃，因为我也不会秃。Hello，好久不见。我那啥，我把头发摘了。我觉得最近假头发戴起来有点怪怪的，可能是我最近头形状变奇怪了。就是，然后我刚刚去改了一下我的妆容，就是补了一下妆，在找我怎么，我到底这段时间妆化的怎么不对了？
真的吗？那现在你的肯德基已经下肚子了吗？什么公式照呀？肉肉就不好吃了，建议你可以就这么吃。Hello，晚上好。Hello，再建议你再点一份，不行，肯德基没给我打钱，你不许再点一份。我接了他推广，你再接一份。新年的，不知道他们给不给预备生菜呢？虽然我这次比武林有2首歌，但是他们要是。就是不给预备生拍，那也没办法，对不对？因为如果所有预备生都不拍的话，哪怕我有2首歌拍的话，也可能是不合规矩的，对。剧里不知道，听说有一首歌是差一点就进了，就是好像差一点就可以做新衣服还是什么的，我也不清楚。谢谢青灯煮酒的糖果、圣诞帽、胸针、平安果，谢谢，祝你天天开心。我觉得进了2首歌确实蛮厉害的，就是很生气，说要还要去说早知道不投了，要投给51名，我就很无语。排名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呀，这我不知我这我怎么知道排名的？应该是2首歌，就是可能分团比较知道一点，我们不知道。应该是2首歌的有点距离吧。可是那首歌不都是给别人，就是别人投掉了吗？这不就是给别人投歌吗？不然的话，那还要投别另外2个人的份额还要多的。没有啊，那2首歌不是后来是那个谁和那个谁选了吗？哎呦，我天呐！不是爱恨的泪吗？今天，对，今天很女。我怎么记得我看到的是说，觉得不如投给第51名。对呀，这是真发，我又回来了。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妆发，又回来了。哦，我以为。他说是要投给第51名，就是别人的2首歌，别人的双人曲，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很无语。
粗暴，救命啊！感觉今年的 B50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神奇的一届 B50。就是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本来以为这一届 B50 会特别卷，就像是头对歌可能会和去年一样卷，因为感觉也好久没有新公演了，可能大家都想要什么的。我还在担心，哎呀，今年大家都要投对歌，那我个人的排名应该也不会靠太前，就是个人那种份额排名。像去年的话，我就是七人曲的话，就是那个位置13除以7，不对，就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我跟着一起被 K 歪了，啊，八人曲，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想今年，然后他们要投对歌，肯定每个人都要排在我前面了。但是谁知道最后没有投对歌，就还是投 unit 曲什么的，这是我没想到的。那同时也觉得广巴他们那边的秩序定的挺不错的，就是说圈外根据 B50 的排位来定站位也挺不错的。像我们这里就是不会改变，就基本上是不变，就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就所以就觉得广巴那边的规则就是定的，大家就很愿意卷起来，不是定的，就怎么说呢，就可以让圈外的成员也可以有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就还蛮不错的。我其实本来今年还在想，就是感觉北京挺有实力，会不会北京最后投了一个对歌什么的，其实就是可能几个月之前我还有这么想过。但是这么一想，他们似乎不够人数，对，我想我是8月份还这么想过，谁知道就是时间过得那么快。啊，可是我不能去北京呀。那他们报批很麻烦，觉得我今天特别的酷，我觉得我现在适合走酷酷的那种。那几首七人曲感觉蛮厉害的，都冲到很高位置，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名才可以有新的衣服做，但感觉就很厉害，可以有新衣服，好羡慕他们可以有新衣服穿。像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去拿回了新衣服，然后剧场的阿姨就是也在后台，她说：“哎呦，你有新衣服，还蛮不错嘞。”就是看别人都穿旧的，你穿你有新做的衣服什么的，然后我当时觉得很开心。对 ，Hello。耀阳，我不清楚呀，不清楚。君君可以吃了，你吃。对，掉了牙齿，他。
自选那要看有什么曲库吧。我想选个性感的，选个什么呢？就是还不知道有哪些可以选，应该是按排名选下来吧，我不清楚。没选过歌，没选过衣服。啊，原版的衣服我们看了就觉得我们可能穿不太下，就是原版的衣服，就是所以应该是要选别的衣服。好用的身体乳，我觉得凡士林身体乳就可以啊，我觉得就是比较基础的一款身体乳，我也有在用，就是因为我妈给我的，就非常滋润，又蛮好的，就不会有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对，如果你要通过用身体乳美白的话，这个，对，如果你要瘦身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娇韵诗的那个，那叫什么红魔晶，那个很好用，它可以就是帮助你把皮肤收紧。哎呀，这2天忘记瘦肌肉了，我手上的肌肉太强了，到时候可能就很厉害。对，美白的话，你可以买那个。叫什么？美白身体乳要谨慎去买的，还特别是那种涂上去皮肤会白的那种，也要谨慎去买，因为可能你洗澡洗不掉。就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跟你们讲，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火过一种东西，叫什么皮肤丝袜还是什么，就涂上去会变得刷白。然后我那会儿就是觉得自己会晒黑，然后他说那个可以防晒，然后我就买了，买了之后涂到身上，结果。1个小时还没洗掉，气死我了！主要它还是那种防水的身体乳，你们懂吗？啊，好可怕！Hello，对的，你不是说没看到吗？谢谢派的花花。对，美白的话，我建议大家在房间里面待上1个夏天就会美白了，就不要经常出门。对，这是最好的美白方式了。其他美白方式，我觉得都不是特别靠谱。特别是现在在那个一个非常有效的成分377，它被国家就是要求管制了之后，我觉得就没有特别多有效的成分了。Yes，我说了很专业的词汇，我都要为自己鼓掌。见见阳光，对，确实长时间不见阳光。就是人心情也会变得很 down，然后呢，然后其次是会变得，那叫什么来着？感觉会跟一个丧尸一样的白，就你不是正健康的白，你就会是那种怎么说，跟纸一样白，跟墙一样白，就是对，特别白那种，还能看得出血管的那种白，就是不健康的白，是不是听着很心动？对，换发型了。长期不出门就会有那种不太健康那种白啊。像我最近的话。有在用那个什么 VCIP 油，就可能网上有很火的，就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是多少钱来着？想一下啊，就是50毫升的话是，这个应该是2800块钱。1公斤的那个版本，就是，然后我这个是50毫升，就是可能淘宝上卖的会比较贵，基本上都是，就是60、70块钱10毫升的样子，然后，对，但我觉得3100块钱1公斤的那个版本，
感觉比较好，我很想买，但是就是大家最近不买，所以我也就没有买。感觉我在说非常可怕的一些词汇，一些量词，量词破碎，但不是量词破碎，我是真的就是，就直接从那些厂家买。我最近特别沉迷于这种护肤品工厂，对，护肤品工厂，就因为有很多淘宝自制店，它其实都是从这种护肤品工厂进货的。Yes。就我觉得蛮不错的。这个油我用了之后，感觉皮肤就变得特别光滑，就变得特别光滑，而且还可以提亮肤色。这个是 VCIP 油，它里面有一些美白的成分在，不是还有什么成分我不清楚，具体我不清楚，但是知道它很好用就是了。就淘宝很多网红店都在抹。哦，什么叫善于滑跪？善于滑跪，你涂点爽身粉也善于滑跪，不用，没必要用这么成本高的。你要是想滑跪呢，就是我其实蛮心疼我粉丝的，因为之前有个男粉丝他来，我握手会来给我滑跪了。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地板它其实有点硌脚，下次大家来滑跪可以带个护膝，对，可以带护膝比较好。对。然后如果你们就是因为上次来的那个男犯，他还找了个女犯帮他拍，然后结果那个女犯被拦住了，他不让他拍。下次呢，这种时候可以让就是另一个粉丝在远一点的地方拍你滑跪，就不用那么近距离，近距离可能会被阻止。对，要滑跪可以做好一个万全准备。如果近距离可以拍，你就拍；如果不可以拍，那就远距离的那个粉丝拍，最好做一个万全处理。VC 衍生物嘛，我不是很清楚，那叫什么 VCIP 油，网上还挺火的，就可以让我拍，可以啊，你要来吗？欢迎，我12月25号就有握手会，我们握手会是从6点半到8点半，好像是2个小时，他们不公演吗？2个小时握手会，可以来。滑跪跟腰有什么关系？你滑你的腰还是你的腰？啊，哦，不一定在剧场哦，这样子。我也感觉一批一批的。是漫展吗？圣诞 party，穿私服吗？按部的，大家多来找我聊天哦。我现在发现好像不装修了。昨天都没睡着呢，就是我感觉我应该是睡着了，就是看了一下时间，发现2个小时的过去得很快，但是呢，我觉得我精神没有睡着。现在不装修了，半个小时前还在装修。
我们的隔音其实就是两片纸，两片墙纸。我还没有录完，今天等一会儿再去录。昨天我要去舞蹈房录，我是发现他们好像有人在练新公演，就是我要用的那个舞蹈房。然后后来我就跑到楼下去找那个圣诞树录，然后那个光有，我天呐，那个光！我一会儿给你们看看。什么创意啊？我只有性感的舞可以开一个灯，其他的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意，没有特别多的那种布置的道具。上次用剪影其实是觉得。当时就是有点秃，不太适合露脸。当时秃的我不能露脸，很秃，就是特别秃，所以我就后来就没有露脸。我就想干脆就这个灯光，本来想掺杂在一起的，但是后来发现就是露脸的那个就是很秃，我就把露脸的那个给删掉了，我就不加了，这个样子，好，大家早点休息，晚安。谢谢路过的假面骑士的苹果，祝你天天开心。谢谢轨迹的糖果，祝你天天 happy。我觉得我最近有点酷。在我找回我性感御姐的风格之前，我就先这样子吧。顺带一提，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有那种古装。谢谢派的圣诞卡，祝你天天开心，天天圣诞，然后 happy happy，超级开心，万事如意。我想起我好像有那种。古装，但是也不算完全是古装，就是我之前不是说要录那个一首歌嘛，是没有古装。我想起来，我跳那个叫什么呀？红昭愿还是什么来着？那叫啥来着？就是那个那套衣服，它有个裤子我可以穿，它那个裤子我可以穿，对。但是上衣穿什么呢？没想好，它那个白色的裤子我可以穿，但上衣的话，我到时候再看看。好了，晚安。不是，干排毒是对于你所在的时区，你不要用时间这个东西来限制它，好吗？你不要用时间这个东西来限制掉中医。中医他当时说的只是。框定在这个范围内的就是中国时间，好吗？古代中国时间，OK。对，就是惊鸿一面的那个衣服。对，你不要拿这种时间去限制着它。当地时间就像你看星盘也是看当地时间，为什么要看当地时间，而不是看世界同一人？要看当地时间，因为你结合的地点是也是当地的。这个样子，他不是说你这个不要钻牛角尖，这没必要。中医就是中医，我觉得中医挺好的。那些老的中医可能也会有一些没有，就是因为被一些现代科技所混淆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因为如果他们不信的话，他们干嘛学中医呢？对不对？他们肯定是被一些人的说法给说服了，没办法，没办法，我觉得中医的说法还是很有效，我挺信中医的。对呀，中医的检查抽血，我觉得这都是基于一个既然有更好的检测出你病因的方式，那为什么不用呢？对不对？其实中医还有一些放血这种东西，就是可能不太常见，但那个也是很重要的。
哦，看舌苔把脉，我觉得这还是有点难度。你想想，你把个脉，你想全世界有那么多种病，你把个脉，你要听你的心跳是属于什么样子的，是属于哪个种？是咚咚咚咚咚咚咚，还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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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就是怎么说呢？是我自己想象一下，也如果光是听听你的脉搏，它怎么可能检测出这么多？我觉得不可能，就是。我哪来那么多种花样的心跳啊？比如说你感冒的心跳是咚咚咚咚，然后你发烧的心跳咚咚咚咚咚咚，那种我不能理解，怎么光如果光 把自己给说笑了，就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我觉得中医还是蛮不错的，主要是我比较看重一些比较偏门的那种，像针灸，针灸，针灸就很有用，真的，那种葵花点穴手，不是点穴手，我好想知道这点穴手是不是真的可以把你定住，就是定，很好奇，很好奇，是吗？心跳加速，可以看医生。谁看见我心跳不动了？应该没有吧？呆住了。你们会让我怀疑我是什么东西一下。漏了一拍，什么是鱼？都是我看不懂的，救命啊！算了，拜拜。看见君君流口水，说明一个道理，说明 you are hungry。算八字吗？只看八字，只看八字，不看都是流氓。八字也要结合年代来看，对，你要结合你当下处在，算了，编不出来了。什么？什么？昔日情不及相思苦，可以翻译一下吗？我古文不太好。哦，劝我你排个队，不会要我头发吧？太过分了。我应该是比较属水或者是属木的，有几个算命师傅，他们看我的五行，就是不同的师傅，他算出来不一样，有手动算出来是水，然后有用机器算出来可能是木，就是有点那个啥，所以我决定我要多买一点金子，然后或者是水，或者 然后放在房间，但是。对，如果我要买金属的话呢，金属我会准备去买1吨的金属，怪不得我和鲁静平水火不容，他是属火的，他是属火的，你知道吗？我当时觉得自己可害怕，因为我们中心女生比较多，然后他说不要紧，他是属火的，他是五行全部都是火，我说。这样吗？我是属木的，不对，我是属水的。就是，怎么说？怪不得我和他要打架。我和他是相对的，就是相对的，怪不得我们俩打架。
好家伙，怪不得我们没做室友之前，我觉得还挺好的。做了室友，就是但我们俩都互看不顺眼。对，我氪金，对，然后那就等于不忘我了嘛，因为金生水，就是没有了金，那就不会忘我，就是就差不多这个样子。对，除非我的就是水属性比较强大。就是把他给免了，啥呀？不是，救命！不是，哎呀，就当时他是这么安慰我，因为中心阴气比较重，呸，就是女生比较多嘛，可能那就是比较我比较害怕。然后他说不要怕，他能克东西，啥呀？哎，你们在说什么怪话？我是当然是睡上铺啊，但我觉得我们中心它那个地理位置也不是特别的正，就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能不能所有的建筑物都按照东南西北那种正方向来摆，不要歪歪曲曲的道路，也不要就是一个建筑物它朝向南不南北不北，然后就是朝向就是什么东南东偏南30度这种角落。谢谢彩虹牙的荧光棒。这是啥呀？我睡上铺，只是因为我喜欢睡上铺，不然我肯定睡不着。对，我就不太喜欢那种歪歪曲曲的，我觉得设计感。我们这边有，我们中心附近有那么一条路，它呢，我们到中心一定要通过那条路来掉头。几年前我刚入团的时候，那条路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路中间有一个转弯点，但是如果你通过那个转弯点来转弯的话呢，你就会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你会完全，你就会走到另一条和中心完全隔绝开来的路上。它就是有两条路，然后一共是两条路，然后你那边转弯你会进入这条路，所以你就要从到最前面转弯才能走到中心的这条路。就怎么说呢，非常的不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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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理。我觉得所有的那个河流也可以切切纸，不是，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谢谢青青草原牛吃草的平安果，祝你多多吃草。我曾经想过，因为我看见两条路走左边的，不，我只能看见一条路，就是左边的，好害怕呀，好害怕呀！动物园守则把我吓坏了。那可不，你们家估计也离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也有10公里吧？一般人家都会有，都会应该蛮远的吧？毕竟那是世博园区呢，对吧？世博园区可厉害了，我2010年的时候也没去过世博园区，那个时候就是很羡慕去世博园区的。我们好像在2011年还是什么都开了1年了，我才去的，那个时候人还是好多，然后又热，热得不行，就。但有的场馆就很凉快，有的场馆就热得不行。但那会儿就没有去过亚洲馆，好像亚洲馆都在浦西还是什么，没有去过亚洲馆，没有去过日本馆，是不知道什么样子的。听说有 AKB，我没去那会儿。风水宝地，对呀，风水宝地，风水宝地，你应该有背有靠山，然后呢，你前面应该有一条河流，并且那条河流就是什么样子来着？我不记得了，就是说好像那条河流不能到你这儿就死了，然后也不能是从你这儿流向别的地方，更肥沃的地方，好像是怎么说来着？有点记不太得了。风水学很厉害，
很厉害，没有快过期的翻盘。风水学。晚安，大家。Good night。没有，我是装懂，我是装懂风水，假装自己懂风水。就主要是大家家里中间一定要空出来，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宫你要把它弄得空出来会比较好。对，我马上就去理。我也想过买寻龙尺，我真的有想买寻龙尺。你们有人有过寻龙尺吗？你们会用寻龙尺吗？就是谢谢赫兹林友努力学习版的圣诞帽。好啦，晚安。我有罗盘。谢谢夸我可爱，喵！不知道在座的粉丝有没有超过200岁的？有没有超过10岁的呀？Hello，Hello，Hello，对。在座粉丝有没有超过1岁的呀？大家晚安哦，给超过1岁的粉丝比心。